无故长痘痘、长斑、长痣，当心身体已经生病了。在这一年的时候，他开始在他的下巴，然后两侧跟他嘴角周围开始长密密麻麻的痘痘。后来我就建议他再做进一步的检查，他的雄性激素、泌乳激素过高，导致他的内分泌就失调了。澳洲的这个奥运的金牌选手，他在2013年的照片跟2016年的照片，他身上的这些斑点有变化。后来检查的确是已经有一些初期的恶性变化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